来吧，大家一起按，按到底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三、二、一 ，Let's go！ 按，来，快点，轻手做。过程中第一次发电的时候，过程中旁边的橱窗一下炸裂了，然后我就怎么着了，我就倒下了吧，我就坐在地上了，对，然后我就不敢再去按了。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其实给我心里更加确定的是，这好像就是他做的一个什么局什么的一个东西，对，因为又出现了在家里相同一样的，好像是一样的不明生物的一些东西啊，对。